越澳创新机合作开新局，新发展格局下，大湾区发展机遇合作交流会12月18日在澳门举行。未来咧，其实我哋更多系希望咧，除咗系澳门可以带动澳门嘅我哋嘅商界人士去国内去投资之外咧，我哋亦可以带动我哋嘅广东省嘅企业嚟到澳门进行啲投资。咁呢个系我哋未来谈到嘅事情。恒建控股公司董事长温文兴也表示，在发展新格局下，将充分发挥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用，以战略驱动投资为导向，支撑广东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腾飞，实现更高水平的对接和互利合作，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，更好地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一直是我们恒建的团队最关心的事，更是我们粤澳合作双方共同的目标。活动同期，粤企驻澳行动也正式启动，希望通过粤澳合作，为澳门社会资本创造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渠道和合作机会，进一步推动广东省知名企业落户澳门，同时也为澳门青年提供更多实习培训机会。